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科莫罗群岛全套钞票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首先这张是500法郎，然后1000法郎，然后2000法郎，我再看一下背面，5000法郎，1000法郎。这张1000法郎曾经是2006年世界最美钞票。然后2000法郎，然后5000法郎，这张也特别漂亮。然后10000法郎，然后背面5000法郎，10000法郎。其实科莫罗群岛这些钞票都挺漂亮的，我都挺喜欢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